师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萧四之跟我说了你回来的事，所以我特意在这儿等着你。我就知道，萧医生果然还是什么都告诉你了。你知道你现在回来等于自寻死路吗？周远照的新闻已经满天飞了。可是师姐，我真的不能让阿衍自己一个人独自面对困难。你们感情的事，我先不过问了。但是，你现在太危险了。周衍照已经几天没露面了，记者全都在他们家门口蹲着呢。可是我想现在就回家找他，师姐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啊？你不还有我吗？你先去那边，我把他引过去。小萌，小萌在那边，大家快点追啊！小萌在那边，快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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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了，我在哪？在前面呢。酒啊，小萌，我回来了。谁让你回来的？我一看到你的新闻，我恨不得立马回来。看到了，为什么还回来啊？赶快回去，这里不需要你。我求求你，别再把我推开了好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和你一起面对。不要。我扶你去床上，走，起来。来，躺下。你等着，我给你去拿胃药。